严神，金山堂堂长谢您，山神严庭，地震大吉祥，大吉祥，吃起来，爬山第一件事就是吃。我是安静第一，就是这一位。干嘛？懂不懂？懂不懂拍？大吉祥，好吃吗？看我的表情就知道了。哇！唇齿留香，吃的会长生，不吃会想念。好吃的金针菇，好吃的香豆腐，会抖动的三八。讲一讲，糖果一颗啦。又是糖果，糖果王。欢迎，你饿了吧？这里没有啦。还没有被我找到怎么办？去找啊！不可能有。来来来来来来来。老板。来了，就跟你讲啊，下一家。那边怎么变得这么荒凉？好冷清哦，摊位都比游客多，久久不见一些。梅姐你好贴心哦，真是个体贴的暖男。这个有着粗犷外表的男人，却有着细腻的心。就是为了明天做准备，明天一整天的行程都非常的哈扣。Happy， 聊 Happy。团长，请问你这一次对于抽筋有做了任何的准备吗？没有。那你有打算，如果你又抽筋怎么办吗？就给他死。无缘的饭店，团长带我们来同一个集团的不同饭店参观。团长用心良苦，方言。不要打开钥匙的柜子 ，shit， 眼镜，就好像玩游戏闯关一样哦。这个饮水机的水量是低的耶，饮水机是不是快活不久了？超慢，很低耶。少年抓柜 K， 老来低调耶。刚装了快5分钟，才装这么一点点，稀罕。铿锵，铿锵，铿锵，铿锵啊！团长饿了，我们要做好环保，垃圾要带下山。你已经把果冻吃完了，我们现在9点半，从8点半开始走，你已经吃完一包果冻了。回家，夹个都阿妈一个丢，哎呦，我们看不来哟，看不看，一嘴一个丢丢，当阿一个阿妈一个。楼顶楼，来一第二个隧道。